谢谢肖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头堡，在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呢非常特殊哈、啊，它就是说呢是衔接啊中国内循环和外循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地区啊，因为它之间呢有两个不同的体系，特别是香港的以港币为基础的一个监管体系，还有呢就是说呢这个内地呢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这个在岸的这个经济体系。在您看来，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呢？粤港澳大湾区呢，它的挑战呢，主要就是说呢，它有两套不同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两套体系呢，是中间呢对这个要素的流动啊，不管是人才啊，还有资金呐、啊，还有这个信息呢，都是有一些障碍的那么这些障碍呢，目的呢是要保持两个体系的独立性。那这个独立性呢，就是我们讲的一国两制。这个独立性呢，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制度多元化的一个优势那么现在主要的挑战呢，就是说呢，要克服呢，这个要素在跨两个不同的系统进行流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障碍。因为你要是有这些障碍呢，它这个大湾区内部的这些潜力啊，就是它的制度多元化跨两个系统的这个优势呢，它就没办法发挥那么要克服这些障碍呢，就必须要求呢制度创新那个制度创新呢，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两地的这个比较优势就是两个系统的比较优势的一个前提嘛所以呢，它这个未来的这个机会呢潜力是非常非常大那这两个系统之间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这个衔接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把两个系统变成一个系统而是说呢，它是维持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呢，又允许呢两个系统里面的人、资金和信息呢，能够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呢畅通有限制的情况就是它不能够去破坏呢现在的这个两个不同体系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呢继续维持呢一国两制，在一国两制在岸和离岸的这个区别下呢，我们能够要保证呢。在企业这个层次呢，它的人才、它的资金还有它的信息呢，能够相互呢，畅通。那么这个合作的关键呢，就是说呢，这个两个系统在这个连接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口岸经济带它这个地方政府呢，它一定要有合作的这个积极性。那这个合作的积极性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要让他们想办法呢，像这个股东一样的去共享呢收益。那么这个共享收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共享税收共享这个就业共享这个 GDP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呢，这个大湾区呢，它这个作为双体系的这个双循环的这个衔接带它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呢，机会呢也是非常非常大。当前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是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中国民营化规模和比例最高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助力科技方面将起到哪些功效？在国际市场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个我们如果看国际经验的话呢，在科技方面呢，最成功的就是美国了。那么美国呢，它为什么成功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就股票市场非常发达。那么股票市场发达呢，它实际上呢，就是用这个全世界股民的这个对风险的容忍度和这个分散能力它就把这个风险给吸收了。
啊，所以呢，这个因为科技创新呢，很多都会失败嘛，啊，所以美国的这些这个科技创新呢，在过去呢，一直是领先全球的啊。那么大湾区呢，就是说呢，我们呢，这个可以看得到呢，这个科技创新在内地都是领先的啊，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呢，有香港啊，因为香港呢有很多的企业呢可以在香港上市嘛啊，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还是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呢，这个科技创新呢，很多企业都说自己是科技企业啊，都是可以说自己都是创新啊，但是最后呢。它是要用市场来检验啊，那这个市场的检验呢，就是要通过一个开放市场化啊，这个具有规模啊，然后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资本市场啊，特别是股票市场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呢，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呢，在香港的这个 IPO 上市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呢，这些上市的企业呢。它的真正的运作呢，它是在内地啊，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香港的钱呢回不了啊内地，或者说是有种种原因呢，特别是这个风投啊，还有这些做金融投资的呢，它这个跨境的这个资金的调配啊，还是有很多困难啊，这样呢，对这个真正的创业的企业呢，他们的感觉呢，就是好像力度还是不够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就像这个前几天呢，这个香港和前海呢，香港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财经事务局啊和前海呢，公布了这个风投方面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措施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潜力还是很大的。数字化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金融发展目前呈现哪些特点？在促进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将起着哪些作用呢？这个数字经济呢，对未来呢非常重要哈。粤港澳大湾区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的监管呢，它与国际是比较接轨啊，也比较开放啊。但是呢，这个真正的这个实体呢，它还是在内地，而且很多的人才呢也在内地啊，就是在金融科技啊各方面的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两个呢要能够结合。那么结合呢，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场景啊，双方呢进行合作。那么这个场景呢，我认为呢，就是在于这个这个双方呢，在这个衔接带啊，就在这双方的合作的这个区域啊，比如说前海呀、啊，还有北部都会区啊，它呢能够就去用啊数字啊这个技术啊，就去用数字数据，特别是数字监管技术啊。就说我们的概念呢，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呢，过去的监管呢，都是以行政区划、物理空间来实行的。那么今后呢，我们要对市场主体呢进行这个直接的、精准的监管。那这个呢，就是说呢，一方面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场景，就怎么去用数字技术能够进行跨境监管，这个在技术上都是有的，但是在这个制度上啊、法律上啊，要能够有所突破。啊，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跨境的监管呢，它不仅自己就是一个场景，而且呢，它如果成功的话，如果合作成功的话，我们在这个跨境的监管方面呢有了突破啊，不光是在技术上，而且是在法律上啊，在监管这个合作方面有了突破以后呢，它就会创造呢大规模的创造一系列的这个跨境的企业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呢，对这个数字技术啊，包括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啊，包括这个跨境的这个电商啊，在各个方面呢，它都会有巨大的突破啊，就是说它的前景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大啊，而且呢，对这个这个大湾区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合作呢，啊，它是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潜在的这个能量啊，它的释放啊，这个也是一个推动力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呢，这个数字呢，数字经济呢，啊，是要从这些方面，就从这个怎么样呢，能够找到这个跨境监管的有效的手段，然后呢，在这个创造一系列的这跨境的这个经济活动的场景啊，这个呢，我觉得是关键。
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大，美联储已经再次开启了激进的加息模式。今年以来已经连续三次加息，在9月还将继续加息75个基点。在您看来，这能否改善美国的通胀问题？美国的激进加息对全球经济将带来哪些影响呢？美国呢，通胀呢，它呢，确实呢是需要加息的啊，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呢，它不可能呢是完全控制住的啊，因为呢，它的财政的赤字啊，然后它呢国内的矛盾呢，它就是一旦把这个通胀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以后呢，它又要继续的这个。通过数量宽松也好，通过各种方法来刺激这个经济啊，来支持它的这个军费，还有各种开销。所以呢，就是通胀呢是美国他希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维持的，但是呢，他不希望太高的通胀啊。那么美国呢，目前的加息呢，实际上它加完息以后啊，它的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呢，它还是负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呢，美元的资产呢，它从长期看，从它的实体的这个购买力来看呢，它是一直在贬值的啊。那么它为什么短期内美元它会升值呢？主要呢就是炒作，就是说这个它加息以后啊，有些短期的这个资金啊，流动性啊回流美国啊，那么在这个流动性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呢，它这个所以呢这个其他的这个货币相对美元贬值啊，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实际上呢这个美国的房价、美国的这个。工资还有美国的各方面的价格，它的整个价格水平呢，都是在迅速上涨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明白人呢，就是说，我们从中长期看呢，美元资产是不值钱的啊，就是越来越不值钱的啊。这个，但是呢，短期呢，它的这个金融操作通过一些流动性啊，通过一些这个短期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些投机啊。它会导致美元短期升值，但是长期来看它是贬值的。那么对中国来讲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啊，就说呢，在全世界呢，它都在大水漫灌呢，就是说这个印钱的时候呢，我们呢啊，就是说呢，当然不能学他们，但是我们呢，就是说要去调整呢我们的价格水平。调整价格水平呢，就是主要就是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适当的通胀啊。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呢，就是适当的这个让人民币升值啊，这个那么让人民币升值，很多人呢是认为呢，现在美国美元在加息，人民币在贬值，怎么还升值呢？那么我想呢，做实体经济的朋友们可能都会知道，啊，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实际上是在升值的啊，很多外国投资者呢都在悄悄地买入人民币资产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啊，这个美国呢，它的实际利率是负的，中国的实际利率是正的，啊，那么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有这个降息的空间的啊，因为我们呢，啊，因为从这个实体经济来看呢，我们主要是看实际利率，就是这个名义利率要减去通胀啊，那么中国呢，这个名义利率呢减去通胀呢，它还是正的。那美国呢，就是非常非常富了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办法来应对啊，特别是我觉得，今后一段时间呢，香港呢会受到一些压力啊，因为香港呢是跟港币跟美元挂钩的啊，那么在美元加息的过程中呢。啊，这个香港呢会有一些压力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看香港的话呢，这个美国的房价涨得很厉害，但是香港的房价并没有涨啊。这个那么这里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香港呢，它的背后的这个资产呢，它实际上是离岸人民币的啊，这个资产的价值啊，它并不是这个跟美国呢是完全是同步的，它只是在这个。联系汇率啊，在这个短期的金融这个方面呢，它跟美国的联系呢更广一些啊。就像您提到的，随着美元走强，
国际资金回流美国，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胀高企、债务违约的情况持续恶化。您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就是说要看这个各个国家的它的这个应对的政策啊。美国的这个环境啊，就是它会加息啊，但是呢，如果加息导致这个经济衰退呢，它又会继续的这个数量宽松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呢，它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啊。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呢，最重要的呢是要把自己的实体经济呢做强啊。那么在做强实体经济的时候呢，我觉得呢也是在这个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呢啊，实际上呢是应该更宽松啊。因为这个宽松和紧啊，它都是相对的。我们相对美国啊更紧一点呢是可以的。啊，也就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差别太大，差别太大呢，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呢就显得呢，就是说呢，对我们的实体经济的束缚啊，就是我觉得是不必要的束缚啊，我们应该去去除啊，就是说这个也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债务啊，对于这些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在一个国家之内呢，它是有很多办法的啊，去处理的啊，就是只要不是外债啊，就是内债呢，它有很多办法是可以去处理的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是经济的衰退啊，这个实力的增长呢，如果跟不上呢，那呢就比较麻烦啊。所以我是觉得呢，实体经济还是最重要的啊，金融风险呢。应该是这个各个国家呢啊，只要不是外债的话，都是可控的。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这些受影响比较严重的经济体应该采取哪些政策举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其他国家来讲呢，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说要通过这个财政政策啊，去。这个帮助这个经济的发展啊，那么在货币政策方面呢啊，我觉得其实呢不需要去过多的去担心啊，这个通胀啊，因为呢实际上呢我刚才也说了啊，就说美国的通胀是比较严重的，美国欧洲通胀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他新兴市场呢，它的。这个通胀呢，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因为他们并没有印那么多钱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呢，适当的就是说呢，这个调整这个货币政策啊，更宽松，还有财政政策更有力呢，这个是保护本国经济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说呢，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呢，通常呢是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外汇管制的啊，那么这个呢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认可的啊，就是在这个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呢，为了防止这个短期的炒作啊，导致一个国家的这个金融体系呢这个受害啊，那么它是允许呢，就是鼓励呢，就是进行适当的这个外汇管制的。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进行试点。您认为数字人民币的试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会产生什么作用？是否推动了中国货币体系的革新？数字人民币呢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国际地缘政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已经有了啊，就说数字人民币呢，它目前这个阶段呢主要是方便消费者啊，其实作为一种这个现金啊，但是未来呢我觉得它非常重要的这个潜力呢。就在于呢，它可以绕过一些啊，这个中间的环节啊，就是直接的是和这个这个最终的客户啊进行这个一些安全啊有效啊的这个交易啊，那这个就是会明显的降低啊的交易成本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呢是实际上呢是这个对这个。
货币的监管功能的一个延伸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呢现在呢这个没有数字货币呢，那么很多呢都是要通过这个第三方嘛进行这个跨境跨系统跨货币的这个交易啊，那么将来呢数字货币的发展呢，这个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呢是可以有突破的啊，当然了这个最终呢。实际上呢，数字货币呢也不是那么神秘的啊，它还是一个这个主权货币的一个延伸啊。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呢，我觉得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应用的场景、规模各方面呢，它最重要的是监管功能啊。如果监管功能呢能够做到这个非常有效像这个而且是在适当的交易是匿名的啊。这个，那么它可以大大降低这个交易成本，大大提高这个安全性那么对这个塑造呢，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呢是非常有用的非常重要的。好，谢谢肖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